各位学员，今麦咱开始上课。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咱坐坐这学员，这同心，以及咱网络上这乡亲士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，伫遮会当含大家安尼三甲来研究咱台湾的前途吼。我首先先甲大家先问一下吼，就是讲有伊海外倒转来有无？举手。哦，有几个啦吼，来，甲鼓励一下，拍鼓啊一下。无简单吼，因为海外爱坐飞机吼，安尼千里迢迢，应该讲是万里迢迢啊，爱飞足远人来吼。对啊，咱坐坐村的，遮拢是台湾内部嘛吼。来，有哪个家己拍一下鼓啊，鼓励一下，真无简单。因为会当来到遮要上课，都是对台湾有疼心、有关心，啊，想要知影台湾的路爱安怎行。所以，这得敢若有这点心，都无简单啦，真正是不容易吼。基本上咱伫外口所讲的。咱伫一般各种场合，咱咧讲的理论，咱拢干那一种强调真相。咱要讲的讲真相，咱唔免加油，嘛免加秘书，咱只要把真相讲得开，足足简单嘞，足简单嘞。吼、哦，这个、部分姐姐，我相信那来上课过，加减么拢唔捌听过一挂真相的代志吼。我首先我先予大家知影，伫2007年六月二日，陈水扁还在做总统的时阵，迄阵陈东山是做总统府秘书长，美国就下三个命令来遮。迄阵迄个 AIT 的理事长叫做杨淑丽 （Stephen Yang）， 讲得足清楚，讲啊呐，伊讲台湾唔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嘛唔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。哦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伊讲台湾人袂用个画公道。第三，伊讲台湾袂用个画独立。第一，伊咧讲台湾毋是中国一部分，毋是中华民国，这大家大概有概念啦吼，这可能较毋免解说。第二，讲台湾人袂用个画公道。好来，啊，平平人，美国人嘛是人，我台湾人嘛是人啊，对唔对？咱徛起来嘛，无汉朝比较歹呢，嘛是大张大张。是安那？你美国会当公道，阮台湾都袂用公道。足简单，台湾什么是原因？哪会袂使公道？美国甲你讲，台湾有两种人呢，私事有两种啦，私事有两种。哎，公格吼，公私事有两种。台湾两种人，一种什么人？本土台湾人，啊，佮另外一种。就是外来的外国人，还是中国人？这些中国人敢有资格？敢有条件？敢有权力来决定台湾的前途甲地位？无嘛，答案是无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外来的嘛。那么既然也无，你凭什么要来公道台湾的代志？哦，足简单嘛。啊，过来，你若要公道，谁要办？谁要办？有一个中华民国选举委员会，你就会读这中华民国选举委员会，那就是中国的嘛。既然中国，他哪有资格通甲你办这個？答案嘛是袂使，答案嘛是袂。所以，若要办公道，谁要办？美国爱来办，因为美国是台湾、日本、台湾这个占领权国。哦，这逻辑就是安尼来的嘛。所以，咱有当时咧想代志。看代志，咱爱有逻辑的概念出来，唔通用感情的。哦，我要独立啦，我要安那，结果碰壁，拢碰壁。因国际法不允许嘛，人国际上嘛无听的落，听袂落啦。因为你这无照国际法来行，都袂通。来第三项，讲恁台湾人免个话独立。阮台湾人都爱要家己独立，是安那个袂使。来，美国甲你讲。你若独立，独立是啥物意思？你爱先搞清楚，
独立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，啊，要分开 ，independent， 要分开，迄叫做独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安尼，我问你，你是对一国的一部分？你若讲中国，啊，你死啊！你若讲中国的一部分，你含多通走就无通走。因中国恨袂当甲你吞食落去，哪有可能放互你搁再溜出去？绝对无可能嘛！哦，所以安那开美国再三甲你讲，你袂用画独立。啊，过来讲，若讲独立会引起战争哦。哦，啊，即马外口一挂社团都讲，哦，啊，若战争吼，就是中国要甲你拍台湾啦。敢有影呢？敢真正有影呢？中国凭什么资格甲你拍台湾？伊若拍台湾？迄叫做侵略，啊！若侵略，国际上马上出来，唔免行到到台湾，行到一半人就现个炸落来，讲哎，足多马地，你凭啥要共吞，要共挡武？你凭啥要共糟蹋？无理由嘛，无权利嘛。所以这个部分，人美国嘛再三讲个足清楚。所以你若要独立，人美国讲，若要划独立，到时引起战争，是安那？美国甲你修理。谁人美国才会给你收你？你台湾，日本台湾，我当初美国费尽偌济心血，费尽偌济武力，费尽偌济资源来顾你这个所在，你一拳头要给我剁出去，啊，我这老大哥咧做假的吼，你嘛来存我一部分，对不对？当初美国为着台湾，伫硫磺岛战役死偌济美军呢？几万名呢？日本军伫遐。全部到尾拢七百自杀呢，拢死个清清溜溜呢。安尼个环境之下，你凭啥物要甲我独存？你若无经过我这关，所以美国讲，你若看独立会引起战争，就是美国要甲你攻下村。你无经过伊同意嘛？所以咱一定爱若袂，你得坐落来下面谈，坐落来下面协商，就是安尼来个嘛。哦，所以这经经我这细节个部分。我人拢无甲你讲啊，足详细。啊，其实内面拢有文章。啊，伊你搬咧讲，伊袂甲你讲啊，足清清楚楚，袂安尼一两三甲你写啊，足好势，无遐功夫啦。你爱家己去训练，家己去做答案、找资料，就是安尼。因为欧美的制度甲方式，伊无迄落讲，甲你用好好，互你知。啊嘛，无迄落讲，逐项甲你讲啊，真好势。所以欧美的制度，就是教囡仔去钓鱼啊、掠鱼啊。唔是讲甲你抬好好，挂鱼篮都甲你烤甲好势甲，啊，佮甲你放姜丝煮甲真好势，啊，佮来绣挂米酒来放互你食，无遐功夫。美国人、欧美的制度无遐功夫，一定爱你家己有心、有意愿要去找资料，安尼才有法度通行一条路出来。所以这个部分，人美国再三甲你讲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佮来讲，中国。敢有迄个能力，甲你拍你台湾？有无？无可能啦！你若个认真甲看迄军力吼，就足简单。敢那一个航空母舰就好个啦。我讲一个咧，一只航空母舰是爱整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，遐偌济只，前前后后有前面、后面一挂防卫舰、啥物舰一大堆顶悬，下面阁有潜水艇。安尼规批前后加加咧二三十只，这安尼一批叫做航空母舰战斗群，唔是一只的准煞呢。哦，安尼遮尔那庞大的一个组织，美国十外偌队呢，十外偌队，安尼干一堆嘛袂做滴代志，因为一堆万不能来派伊来维修啊，所以美国有十几堆啦，十几。啊，中国有无？中国干那一只，啊，这只是啥呐？两千几万公买，啊买来吼、哦，油擦擦嘞，讲要含人相拍，啊名叫做瓦良共和，瓦良格号，瓦良共和，啊即马听听油擦擦嘞吼，听到咱台湾人讲你这是瓦良共和呢，讲啊这名无好听，啊无改改名，即马改安尼这笔用好势，改做哪？改做私人号，私人号，当然讲这是私人号，要搁较袂听者。啊，想想的吼，即马跑争争的，讲无，安尼这名无好，爱改啥？改做辽宁号、辽宁号，以后佫较袂听一个的。所以根本上来讲，中国这军力无影偌厉害啦。
伫军舰顶头咧曝内衫内裤，要安那含人战啊？对唔对？所以用这小地方，你就观察得到。啊，其他各有足济，卖阁讲遐济，根本上伊个军力差人太远个，敢那含日本就好啊，伊就差人真忝。卖讲甲讲含美国啦，哦，所以可见伊敢那样啦，大狗虾小鸡。你知咱这台湾哦，细只细只吼，用大狗甲你虾小鸡，虾到互你会惊。其实你若认真知影整个真相，无啥通去惊。无啥通去惊啦吼，所以咱家己有哪有信心啊？就是咱根据的，就是国际法，就是战争法来咧处理这个代志吼。啊，另外就是我直接甲恁大家请问一下，之前我捌咧讲过战争法的流程，这恁拢捌听过了哦？敢捌？捌来举手。战争法的流程，哦啊，敢若话啊，佫无啥知嘛吼。啊，无我只佫重复讲一摆。哦，啊，若捌听过的人，佮加深即印象一下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即战争法流程哦，足重要，就是讲咱必须要知影讲，咱凭啥物，啊，根据啥物，啊，要共讨啥物物件，哦，安尼较有法度人，通讲要共讨物件。你讲要共讨笑吼，啊，你啊讲人是欠你啥物货？到底是欠你美金，还是欠你卡达车，还是欠你？欠你鸡巴，吼！你要搞清楚，讲人是欠你什么物件，啊！你要根据什么，共讨物件，安尼才讨有物件，吼！所以这個过程，我要讲，互恁大家知影，就是战争化的流程啊！啊，咱中间就是围巾内面要来根据这個来讨物件。OK， 那么首先我先讲来，讲为先宣战开始，两个国家开始咧袂好势，先宣战。这个宣战看一下简单两字尔，但是呢，这个宣战必须要先经过国会同意，国会的民意组织啦吼，国会要同意了，较高过来给总统去对外宣布，安尼这宣战较有效啦，这个宣战较会有效。所以为干那这项，咱甲倒转来看蒋介石啊，蒋介石啊，伊迄阵讲对日宣战有无？敢捌听过？对日宣战嘛，啊，恁家注意个看，伊迄阵什么身份？伊迄阵是行政院长呢。行政院长敢有资格通宣战？无啊，所以伊咧骗中国人，嘛咧骗台湾人。伊根本无资格通宣战，所以会当宣战，你一定要国会同意，了，较经过总统宣布，啊，那是对国际上算，哦，对国际上讲，那么宣战。后来开始两个国家开战，两个国家开始开战，必须要都要成立军政府。军政府，啊，话讲啊，这个国家若较散、较无本事，伊就无成立了嘛，无要紧。哦，啊，军政府的设立就是开战的开始就来啊。啊，所以美国来讲，伊的军政府是唔是常设的？唔是常设的，讲唔是经常有的，是有代志才有。啊，无代志就结束掉啊！哦，这军政府是安尼来。啊，其实军政府古早时代嘛有啦。你若看过岳飞的故事，岳飞什么十几道金牌要甲调回转来，有无？啊，伊讲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我捌听过这句啊，迄就是军政府啦。为什么讲呢？因为伊伫外口咧战争，伊是一个军政府，军政府就是。代替这个原地这个政府去伫外口，那么这个军政府呢？你原地这个政府要甲命令啥，你嘛爱予伊同意，因为伊伫前线嘛，这就是安尼来。所以伊早岳飞什么讲什么几道金牌要调伊当来，伊无要休人呢，就是安，无要休，就是安尼啦。意思歹势哦，这就是这个情形啊，这就是军政府啦哦，啊，这个军政府的成立。目的就是战争中间，伊只要有一个政府来代替伊原地主要迄个政府做代志。哦，因为军政府咧战，就是拢伫前线嘛，哦，拢是安尼来吼。那么来战争的期间，战，要战偌久嘛无人知。哦，啊战，了有一方也白旗啊投降，就是停战啦，停战啦吼。那么停战的时候，停战一个开始，这个。战胜国战赢，迄、那个爱赶紧入去军事占领，军事占领。吼、哦，
啊，这军事占领呢，就是军政府爱入去啦。军政府入去，大家若听到军政府入来，敢若想学要惊是讲哦，要定来要安那抬，要安那刮，其实唔是啦。军政府的作用是要创啥？军政府进驻入去，就是要保护当地百姓的生活。用这个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军政府入去的原因，就是迄个原地战败，迄个政府去用淹落来，变无政府。那么无政府，当地人民的生活受影响啊，怎么办？所以要军政府啊入去，甲维持治安，袂因为战争造成伊生活的困扰，也是无方便。所以这个军政府必须要入去保护当地的生活。保护当地人民，因为人民是无辜的嘛，要应付的对方是政府嘛，哦，所以这规定，咱爱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军政府是要来保护当地百姓的生活的。OK， 那么一段时间，哦，这一坎一坎，拢无一定讲外久，哦，这拢爱看当地当时的局势。那么来到这停进行，那到一段时间啊，伊爱甲当地人民。揪起来成立一个民政府，揪起来就成立一面。为什么较会需要呢？因为这个民政府是当地人，一定爱当地人哦。啊，这个军政府是外来的嘛？这个外来的军政府呢，伊无了解当地风俗习惯，所以伊必须要和当地人来协商，包括比如讲台湾这气候较炎热、较湿热，啊，中岛台湾人拢有靠中岛的习惯。哦，啊！美国人呐来到这，唔知影讲哦，啊！恁台湾人遐笨蛋，日时安尼困甲戆戆叫，吼、哦！啊！人日时啊拢做工会做甲真欢喜，恁咧困甲戆戆叫，其实唔是，因为台湾这气候热，啊，所以歇一下，歇十五分钟、半点钟了，还去做工换咧，是差别是这，所以伊必须要当地人来向一个民众来甲协商，甲甲讲代志。让他知道这些习惯是怎么一回事，包括过年过节，还是李高美的肉啦，还是烧鱼啦，啥货，那个习惯要让他了解，因为他外来嘛，他不知道嘛。OK， 那么这个民政府好势了，到一段落，他要赶紧让这个民政府跳起来变成正式的政府。正式政府就要有国名、国会、国宪法、国旗、国家有无，拢要一个国家该有的名。哦，这个情形是安尼。那么，这个正式的政府到甲伊跳来到这的时阵，就爱准备啊呐，爱含这个军政府这边，这个、战胜全国爱签条约啊，或签署一挂协议啊，或什么会，不一定爱条约啦，无定着协议讲讲的就好啊，拢有可能。那么到甲这勘谈了，因战胜全国爱宣布结束军事占领，结束军事占领了，伊就爱。安排时间撤军完成，撤军完成了，才会当把主管完整来移交给另外这个比较那个国家。这是整个安尼简单的流程。啊，但这一坎一坎要偌久，无一定，要五冬，要三冬，要两个月，拢有可能。哦，这个过程唔是咱会当控制，是战胜全国咧安排。那么这过程，我用伊拉克的咧。伊拉克伫2003年都正发生诶尔，2003年美国和伊拉克战，伊拉克伊早嘛足脚踏人咧，美国安尼再三甲讲你望遐搞怪，啊望遐铁气，啊家己叫你爱遵守国际法啥，你爱照安尼，毋是啊，不是有人家去拍科威特啦，啊内面诶百姓嘛，互安尼欺负甲足脚踏，美国到尾也受不了，来宣战。就是为小布希时阵开始甲宣战，前后拍偌久？2003年前后拍无甲两礼拜。迄、那个胡山政权，胡选有无？捌听过吼？胡山政权就用揪落来，啊，一寡迄个电视画面嘛有，迄、那个铜像拢用印落来，哇！伊拉克的人民欢喜甲要嗨，迄就是一个政权去互人揪落来啊！啊，所以美国一开战了，伊就成立一个军政府去伫遐。军政府去伫遐，到甲停战，无甲两礼拜，结束了，伊军事政府就入去占领。所以你若看电视内面，捌曾经过，就是伊拉克伫迄方占领的中间，美国的军政府入去，啊，美国阿兵哥啊，歹穿，啊，伫街仔路咧巡逻，
啊，伊拉克的囡仔吼，学童也好，学生囡仔，佫会含伊踮咧踢下球、佚佗。迄就是军政府来咧军事占领咧保护当地人民的生活，袂讲因为战争造成因袂过日子，是安尼来。哦，所以这逻辑咱来搞清楚。那么保护因的生活稳定，甚至因为伊无政府啊嘛，所以伊个军政府来个代理。代理这个军政府了，就是要赶紧把当地的人成立一个民政府起来。所以伊拉克的民政府在2009年4月份正式迄个主席去访问白宫，去美国的白宫访问。啊，这电视顶头拢有哪有？哦，这一步一步的过程哦，唔是讲咱讲的准确，伊还佮向国际announce，国际宣布出来。啊，包括 CNN 电视新闻报，全世界拢报，就是予当地民政府起立到白宫，就是下起来到桌仔顶啊。那么，这个民政府成立好势了，伊就甲扶持，予因用一寡遮有诶无诶物件。伫2009年诶4月份，伊拉克这个民政府要起来进行，因内面有30几个民政府，啊，美国会看，对一个较正确，对一个较标准。把它用起来，扶助起来，扶助起来了，就让它用这些后面该有的国家一个东西都要有。那么等到正式的政府好势了，就美国和伊拉克就开始去签一些协议也好，条约各方面了呢。那么完成好了，他就要宣布要结束军事政府，军事占领。所以美国在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，他就因为小布希没了嘛，奥巴马伊嘛爱这工课嘛爱阁继续做呢，所以伊就变成有对国际宣布结束军事占领。伫2011年，那么甚至阁在后壁宣布日期，2012年年底爱完全撤军完成。所以今年2013，去年的年底较完全了哦。这都正正发生的代志，这千真万确拢是照这流程呢。那么台湾怎么办？台湾伫倒一看？咱倒当来看台湾，台湾的情形到什么所在？到底到遮尔呢？咱后壁阁热热等呢，当然，台湾的部分后壁不一定是变成是一个国家啦，不一定变成一个主权完整，但是咱的工课嘛，达到遮尔。哦，达到遮尔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爱把这流程写好，大家了解，就是咱爱先知影，咱是要共讨什么货。要讲要求什么货，要讲争取什么货，就是爱用这战争的过程来了解家己的立场怎么样。你要讲讨笑，总嘛爱知影讲人是欠你什么货，是欠你美金，还是欠你一只猪，还是欠你一台卡拉车？你爱讲清楚啊！明明人都欠你一只猪呐，你甲我讨美金，袂通嘛？所以你要先知影讲人欠你什么货，啊，欠你偌济，啊，你够偌济会当讨，你嘛爱搞清楚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你若个体拢不清楚，你别让人讨物件。所以我常在咧讲讲，咱根据战争化的过程，咱就知影讲哦，来，咱会当要求什么物件？为什么要要求美国军政府倒转来？战争化，战争化来行，你美国军政府爱来嘛？啊，来了，唔再当，甲咱民政府赶紧用起来正式。所以目前咱咧下面协商，拢还搁伫桌下，就是安尼。因为美国军政府还未正式，你袂到遮嘛。啊，差不多啦，时机也差不多。这就是咱咧努力个方向，咱要争取个物件，就是安尼来。哦，所以这过程流程，恁大家当记录起来。有一天你要看物件，映照一寡，必须要咧写一寡顺序，差不多拢伫这个过程内面。啊，当然，上尾要变成安怎，还不是我们决定哦，因为咱是被占领方，咱无权利通讲要安怎怎，但是咱会当要求依照战争化流程来做，因为这个过程。拢是后尾只国家定出来嘛，国际法嘛是后尾国家定出来，伊家己嘛讲到做成个国际的代志，要根据国际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既然安尼讲，你得根据这来甲我做啊。我战败，我承认嘛，我互你来占领无要紧啊，你照安尼来做嘛。你军政府入来占领了，你甲
原底即马伫遮咧糟蹋台湾人的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，你甲我结束个掉嘛，对不对？你结束个掉嘛，对不对？咱就是根据这啦，根据这，吼啊无你无根据袂使啊。国际上唔知你要套是套啥物，套啥物东东嘛吼、哦、呀，安尼大家了解啦吼。多谢。好、哦。啊？我见迄伫网络顶头可能有哪会有，嘿，哈哈，呀，哦，大家做参考，啊，因为这中间的细节吼，一坎一坎的细节，啊，佫有足侪枝枝节节的代志，但是咱有哪为这大原则，那材料其他的小细节比较较好理解啦吼。所以我刚才咧讲的讲，咱做这啊民众的过程，咱干来主要一项。咱袂用感情用事，咱一定爱根据咱该有的物件、该有的条件来讨物件，就是安尼来的啦吼。呀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我那予大家做参考吼。啊，另外我伫即个只有那高级班吼，足侪基本的理论可能拢加减嘛有听过啦吼。那么我伫即个只有那予大家检讨一寡这个一般外口大脑。啊，好一寡，即一般的民众嘛，拢会有一寡即方面的问题。因为为了讲啊，阮无要相信有国际法，哦，意思是讲国际法吼、哦，好像无影无理解。其实国际法是无写伫壁里尔啦，靠迄个无。希腊咧嘛讲啊足清楚呢，美国迄个国务卿。希腊嘞，啊，甲进前几个国务卿嘛拢讲甲足清楚，讲国际法的代志，国际的代志，爱用国际法来处理。伫2010年的年底左右，伊希腊嘞又参加东协一个开会，啊，伫遐亲身讲甲足清楚。2010年，讲国际法的国际的事务，包括南海，迄阵南海的代志，南海的代志，国际的事务爱根据国际法来处理。哦啊，中共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有人感觉伊较大话吼，伊就讲，无咯，国际法吼、哦、是恁资本主义国家所定出来，我无要甲你相信，因为伊共产嘛，伊就讲伊无要甲你接受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希腊嘞，伫2011年，佮去澳大利亚参加太平洋一个会议的时阵，伊讲啊足清楚，讲国际事务一定爱遵照国际法，啊，某一挂国家就是咧讲迄个啦，迄、那个大话老满吼。讲伊若无要遵照这国际法，那么看你手内底偌济实力，讲偌济话。简单讲就讲，你看你拳头要偌大粒啊！你若拳头要大粒，卡来讲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安尼讲过了，中共就叫伊啊，唔敢去讲话啊。因为国际法唔是咧比拳头要大粒的，是要根不要迄个要根据道理有无？国际法你会通未？安尼尔，所以尤其是大多数只较小的国家，你一定爱用国际法来保障家己。因咱拳头要干哪母都袂比人较大粒啊，因为台湾无介大嘛吼，啊其实讲无介大嘛袂小啦。那190几个国家内面，咱嘛算中中啊的呢，有哪无简单嘞，无影偌小呢？但是有哪含这些大国来讲，咱是真正无介大，没有错。但是毕竟。安那讲，咱嘛是要用国际法来做咱的护身符，因为国际法是不管你大小，拢照顾会到。啊，你若会当用这来做咱的武器，坏那有啥物无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国际法是咧保障小国家，啊，避免大国家来用伊拳头要大了，要来争取其他，袂使安尼。这就是国际法上好的好处。哦啊！我在外面在无要听这個，就讲啊，无影有国际法，无影有国际人，国际上都甲你讲啊足清楚。即马含中国嘛咧讲国际法，伊讲啊，讲到根据国际法，黄岩岛的越南边的黄岩岛是伊的啦。根据国际法讲，啥物是诶钓鱼台，就是尖角谷、尖角岭，就讲是伊的，其实拢未通啦，拢未通啦。所以因本身。就是有哪知影讲国际法的厉害伫倒个，所以咱就开始用国际法咧告诉，对到底伊拢没有皮条，
伊看咱咧用国际话讲啊，当死啊死啊死啊！人台湾这么找着路啊，找着路通行出去啊，所以无法度控制啊。这就是咱会当争取的一个护身符。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头先我咧讲这战争法，因为照一寡战争来个看起，拢是照这個流程，拢是照这個过程，一项都无欠，照安尼行。啊，咱时间做到三分七，怎停伫遐？剩的阿个热热等，就是咱要争取的物件，咱要讨的物件，就是伫内面。所以国际法唔是无，是你要看，你要遵守无的差别尔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，那无着我来咧讲这个部分，你有哪会当讲我听？国际法慢慢撕开无？有啦，有啦，吼、哦。OK， 那么第二项，因为咧讲啊，阮无要相信美国啦，无要相信国际协啦，啊，阮啊，我阿讲吼，美国是安尼。美国拢两条线咧行，像国务院也好，一个国会也好，拢两条线。比如讲，含中国嘅交往，有一部分嘅人对中国真好，一部分嘅人就对无好，啊，互相来检讨看，来安做，较balance，较平衡的对。所以这个部分，话人就讲，就因为美国吼。都哪咧选举拢无要支持民进党啦，啊，所以阮就感觉无相信伊啦。恁爱知影吼，是安那美国看来无要支持民政府，不民进党，因为民进党本身是伫中华民国之下的，啊，中华民国有这个名无？已经没有啊呢，已经没有啊呢。为什么讲没有？美国的总统每一任呐上任。拢会先甲伊内部的即个行政官员，行政的行政官员讲甲足清楚，恁袂使含中华民国即个流亡的单位联络，也是含伊来往，因为已经没有，所以中华民国伫美国十几个驻华代表处，全部拢是民间的组织，就是安尼来，甚至。台湾的 AIT 嘛是民间组织呢，民间组织。头前嘛伫遐上课，一个少年啊嘛甲我问讲，是安那？较会，阮捌曾经伫高雄的 AIT 甲问讲台湾民众的代志，伊奈拢讲无，还是安那？我讲你唔爱知影 ，AIT 是民间的组织，伊顶头阁有主管，主管顶头阁有主管，凭啥物伊会甲你回答这个问题？伊主管都还袂讲话咧，哪有轮得着伊？无可能甲伊轮得。啊，伊行唔对，伊就干脆甲伊讲，伊唔做就好啊嘛。啊，若讲唔对，今日用肾水买在那食啦。伊干脆就是拢无甲你，无要甲你回答这个问题。啊，若无就讲不知道，安尼啦。啊，伊不知道，无要紧，顶头知道就好啊。因为咱是向伊啊，咱唔是向伊嘛。AIT 伊个本身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啦。哦，所以咱来家己有哪有这个概念啊？所以美国方面对台湾这事务嘛是同款，一定有两条线，一条就是会支持台湾，啊，另外一部分的人，就是有哪徛伫对立面的，因拢是会两派，啊，他们互相检讨这个代志，因为民主国家嘛，因必须要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即马等个代志开始演变，其他这反对的看讲，好像。愈来愈明显啊！我无甲支持嘛，袂使，伊就搁再变成跳过来一边啊！这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民主社会国家就是安尼。有人讲无要相信美国也好，无要相信国际干涉也好，迄是伊家己个人的代志，无迄个讲无要甲你干涉，因为台湾这个所在太重要诶，太重要。若无重要诶，伊袂讲美国的第七舰队不时伫边仔咧甲你巡逻，迄拢爱开钱呢。迄毋是免钱的呢，所以可见这个所在重要性是牵连到伊伫亚洲的利益啊，伊亚洲的利益，啊亚洲的利益目前来讲，应该讲的是全世界利益内面上重要的一个所在，因为欧洲迄边差不多拢上轨道啊，遐国家也好，政权也好，拢足 OK 啊嘛。即马甲看亚洲较有个问题，就是日本甲日本台湾这个所在。所以，伊必须要过来这边遐国家所在，就是安尼来。哦，所以这个国际干涉也好，也是这个美国
有要甲你安怎做？有哪些看你的论述对不对？你的路线正不正确？差别在啥？所以民进党常在咧讲啊，美国好像拢玩两面说法，人一定的嘛，因为迄牵连到伊的利益嘛。啊，伊无可能讲一困扰就甲你讲啊真清楚。我头即摆讲的，伊无可能讲甲你煮鱼啊煮甲真好势，佮甚至放姜丝，佮来药我米酒，甲你放到你桌仔顶，互你食。爱你家己去学习，后面的制度就是安尼，你必须要家己去学习，必须要家己去找资料，无迄个讲家己用个真熟悉，啊，互你怎，佮甚至鱼仔汤家己吹吹咧，无遐小卡互你食，无遐功夫啦。台湾人就是习惯嘛，囡仔吼，哦，就佮煮个真生草，啊，就佮吹吹咧，啊，较佮饲，吼，真正是真功夫呢。美国无安尼啦。美国囡仔从细汉都拢互伊家，甚至困嘛拢互伊家己一间来困，就是拢安尼。这就是逻辑概念问题啊！啊，这咱值得咱学习啦吼。因为后面的制度，佮含即个国际化的观念，咱将来台湾就是要行做一个国际的一份子，国际的一个单位，国际的一个成员。那么咱来学习国际上的概念佮方式安尼啦吼，呀。啊，过来第三点就是咧，话讲吼，啊，台湾吼爱靠家己啦，啊，什么话嘛有一个教授吼，讲来做讲吼，自己国家自己救啦，敢有听过这句话？捌吼，迄一个错啊教授吼，我含阮平平说错啊吼，竟然讲这种话出来吼，我讲吼，迄个错教授我嘛有熟悉啦，我讲吼，你要自己国家自己救，这是真有勇气，无唔对。但是你若要国际上甲你支援，你无影会救得了自己啦，因为家己靠偌济本事，靠偌济资源呢，对无？啊，人若甲你救，嘛是理所当然啦。你甲看国际上足济国家，包括美国，包括欧洲的国家，甚至中东最近的战争，美国当初的独立革命，谁甲救？法国甲救的。对啊，标准啊，法国甲救，甲斗相助，所以才采迄个自由女神伫遐，迄是法国运过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既然安尼话，甚至中东遐国家咧战争，足侪国家嘛拢会干涉啊，较会袂干涉。即卖国际社会是已经是国际村啊嘛，你即个所在有发生啥物代志，影响的是全世界，无可能讲影响恁兜尔。哎，这间厝哪咧？迄间厝咧火烧，边仔会烧着未？当然嘛会，甚至后壁个嘛可能会烧起呢。边仔嘛，左边、右边拢会烧着呢，前面嘛会烧着呢。当然人会干涉嘛。所以像即摆一挂人话讲，迄啉烧酒个翁仔要拍到要死，讲我要用啥？用汽油瓶牵家己。迄边仔人嘛，我要惊死呢。哎呀，犯着身，翁仔要拍到要死，含阮兜也有代志，我要惊死啊！有关。有关的啦，所以这个各部分无迄个讲袂关切，伊讲迄句对一半的啦。伊讲哎，自己国家自己救没有错，迄是表示你有勇气。但是你还佫加一步，若有国际上要甲咱支援、要甲咱救，咱嘛是欢迎啊。安尼才完整啦。啊无你若家己救家己哦，你敢有甚物资源？我问你个，吼、哦，因为你毕竟要对抗这个当政的执政的。这个集团的政权无遐容易，人伊有完整的资源，有完整的资料，有完整的组织。你要含伊武，你无本事，无法度通安尼武啦。所以，毕竟国际上的援助是一定爱有的，不但爱有，咱嘛欢迎啦。啊，但是咱基本上咱的概念正确，咱要根据正确的国际法来行，袂用个受到扭曲，袂用个受到扭歪去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咱袂用个家己干么话讲啊，自己国家迄句话其实隐藏的有一挂危机伫内面。伊就是安那，若无爱国际干涉，那么台湾内面若有啥物有一挂较乱的代志，中共咧边啊呢？中共就是总爱你无国际甲你支援呢。迄、那个阿爸生咧伫边咧笑上，就是希望你若乱起了无国际甲你支援，迄阵上下其手。嘿，就是隐藏一个危机点内面。阿比袂遐戆啦，人看甲足清楚嘞啦，伊嘛拢伫边啊，准备好好嘞啦。
哦，所以有的人讲，若要看过鼻仔倒倒，目睭落落的，会美国来咧做，哪有可能伊会甲你做？哎、啊，我讲有啦，真正是有。哎、啊，唔相信，我讲无你去问美国，我真正真功夫，电话真正卡伊呢。啊，美国甲回答一句话，讲阮六十几年来没有离开过台湾，没有离开过啦。所以你看李登辉咧选总统的时阵，有讲过什么空包弹有无？吼、哦。中国也讲要导弹，要什么空包弹？啊，美国第七舰队伫边仔咧巡逻，美国拢伫遐咧等啊，拢有伫遐咧安排咧。所以即句话咧讲，都有点啊语病伫啊，家己有哪搞清楚？咱免烦恼讲人家咧干涉，上重要是咱家己有家己路要行正确无安尼。你若伫国际法观念正确，人安那甲你做，你拢会当行甲真水。啊，你若家己无正确，安尼，你又甲东倒西歪去，就差别这里。所以咱基本上，咱的观念甲逻辑爱正确。啊，有啥物足侪人讲，啊，开以前拢无听过国际法，无听过国际法，啊，开向阳怎啊变啊？因必须林志坚必须听有研究嘛。啊，话讲，啊，唔较早研究的，无嘛，互阮较袂较减艰苦几冬啊。我讲，安尼你爱去怪林志坚先生。唔难怪我，不过真不容易，会当研究这套理论出来，确实是无简单啦。因为台湾会当行的路，剩一条路，真正剩一条路呢。你甲看几十年来，你总统啊，民进党嘛五几党啊，啊你定位十三党、二十几党呢？台湾拢咧靠边呢，行袂出去，啥物原因？国际上听无嘛，唔啊你咧变啥货嘛？所以咱若有正确的观念，甲正确的这个方向，自然路就好行，自然路就好行吼。OK， 那么过来有人讲，啊恁咧讲台湾民众，迄是向个咧认定啊？啊无选举，我台湾人足爱选举的，敢若无选举会减一块肉安尼吼，足爱地赌啦吼，因还足爱博这个博缴这种选举吼。所以我甲美国讲哦 ，ROC 吼，唔是雷帕表请人咧 ，ROC 全名是雷帕表卡西诺咧，就是博缴共和国安尼哦，爱博缴，拢爱得，因为选举有这通抽嘛，有这通下嘛。你甲看诶，我有甲迄个，甲迄美国方面，多谢，我有甲美国方面嘛，就甲因讲，我讲哦，全世界你甲看，到迄个选举选刷，一票三十块。哇，什么啊？这一票三十块，我讲顶有一票一块美金呐。哎，讲我安尼算算诶，那六百几万票，六百几万美金，我讲 correct 对，讲哇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拢台湾人诶血汗钱，啊，全世界嘛无安尼呢，干那吃？啊，是安那个样呢？因为伊用钱来甲恁牵，你咪一讲讲，笑想要选举，甚至遮参污选举诶。伊会去讲落啊，拜托个，恁就来选啊，无我会翘腰，无我会死哦，啊，得安那都安那讲啊，真严重，啊，大家都敢那心肝挂一块肉安尼，无去甲斗吼，敢那迄块肉会落去受伤，因为伊要用安尼来争取大家投票几率，啊，所以每一摆若投票了，隔工一定中华民国一定关影响国际。我投票率70%，我投票率80%，有无？报纸嘛，捌安尼报啊。什么原因？伊就是用安尼要来，互国际上知影讲，你看，台湾人瘾要互阮甲管，台湾人爱要互阮甲糟蹋呢。啊，敢有影呢？有影无？无影啦，吼，无影安尼啦。其实咱是去用设计去啊，去用设局去的啦。啊，因为用安尼，国际上会当讲啊，有影爬山做得遐清楚啊，啊人讲的嘛是有道理啊，怎么办？所以国际上伫迄个时阵拢唔敢入来嘛，因为人有根据嘛，这就是咱的危机伫因内面，啊，就是人因中国人设的圈套，足厉害，真正足厉害，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咱家己爱搞清楚，为什么会这么一。搞不清楚那些真相，咱就真正输伊啦。哦，这个部分咱来家己了解。我头先那个讲，民政府是谁认定？
足简单，阮无选举的问题。阮干那一个，你甲看讲，当初2006年到2009年，谁去告美国？谁去告美国？民政府去告的啊，台湾人去告的啊。林志坚先生甲含228个人做伙去用联名去咧啊告美国的啊。啊，既然安尼，咱就有正当性嘛，因为咱是原告者嘛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咱啊，你去含虾米人告，啊告了法院嘛判决出来，要处理代志，敢会去找恁隔壁的阿伯伯啊？袂嘛，啊是敢会去？找恁后壁装迄个阿三吗？袂嘛，一定爱找你嘛，因为阿讲你是原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是既然原告，有一天要处理，啊是要进行代志，一定爱找咱呐。啊，所以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即马变成是台湾政府，都有正当性是安尼嘛，咱唔免选举啦，选举咧到咧吼，咱连到食力，咱连到互伊跳咧袂苦啊哩。啊，讲选举哦，咱安那选嘛输伊呢？话讲哦，哎呦，啊台湾人都拢无合作啦，啊所以拢选出，其实唔是啦，台湾人足合作个啦，啊嘛足团结个啦，啊嘛足有骨气个，足拍拼个。但是安那选就选输伊，啥物原因？我分析互恁听。前几工我伫高雄，啊话嘛咧讲，啊是安那开拢会选输伊哈？足简单。伫台湾目前。这军公告，你甲算算加加几百万，这票谁的票？谁的票？国民党的票，中国人的票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搁再来，这个部分以外，台湾有一挂乡长，你乡镇公所，什么公所有无？那个票搁是谁的票？遐算算的嘛未少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。台湾有什么水利会、农会、什么会、什么会一大堆，有无？这票又可是谁的票？中国国民党的票，这不可能留在咱台湾人的票啊！啊，搁有18%加，这谁的票？哦，啊，台湾内部一挂这媒体、传播机构这物件，这控制又可是什么人？拢是中国人。拢是中国人，安尼个加加算算诶，镜头凹凹诶，500,000+票呢，500,000+票，所以每一个人伊咧选举吼，倒伫遐纳凉开心，一个也免伤壮啦。啊，台湾人就当遐壮甲拼甲要死哦，小猪哦，一只过一只安尼停哦，啊，着搁安尼一站过一站安尼讲甲有声无喉，有喉无声安尼哦，讲甲一大堆安尼，到尾啊，哇，输80,000票。真冤枉！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安尼来的嘛，就是安尼来的。啊，人伊到尾佫一招呢，怎对一招？看局势无好势，钱甲你弹落啊，讲落了嘞吼，台湾人怎啊戆伊呢？怎啊戆伊呢？所以这个情形下，台湾有民主无？无民主。台湾有公平无？无公平。台湾有自由无？无自由。拢是咧做表面工作，去予国际看。给国际一个交代啊，安尼尔，啊骗国际社会，顺便骗台湾人。所以，若咧讲选举的时阵，就讲啊，台湾已经自由啊，会当选举啊。我甲恁各位讲，自由民主唔是一项选举代表一切呢。民主社会唔是干那选举啊做民主呢，民主是足侪方面的啦。啊，毋是干那单单一个选举就能代表一切，所以咱拢已经互洗甲怎戆戆去啦，啊，怎拢跳入即个陷阱内面？啊，佫简单讲，你咧选举是选甚物物件？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选中华民国的市长，选中华民国的甚物甚物甚物，大抵拢是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敢是咱的？敢是？台湾人敢是中华民国人？爱较勇气，较大声，敢是？唔是嘛，对唔对？啊，既然唔是，你咧甲选要会大，选头壳一空的个，对唔对？啊，过来讲，你若选举，用啥物去咧投票？你会啥物想？啥物物件？身份证，爱身份证写啥物？
中华民国呢？啊，若无就是用护照呢，对毋对？啊，用护照顶头写啥物？嘛是中华民国。你拢无法度人证明你是台湾人嘛？啊，人迄选的物件，阁是中华民国的。啊，你含人选甲欢喜甲，选甲阁会牙卡，结果人甲你笑喷啊，你还阁毋知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为什么连战两千年啊边啊选着？三骹伊个真好运去捡着山啊，选着。连战讲啊呐，去舞台顶啊，面切骨啊，我不甘愿啊，安尼骂甲家己擦起啊，一个面安尼红叽叽有无？我无敢骗，无敢骗啊！迄时阵电视嘛拢报甲足清楚，是安尼来讲切骨。为什么甲伊讲切骨？就是你台湾人含伊无共国嘛。人连战讲甲足清楚呢。伊是纯种的中国人 ，pure Chinese 呢，纯正的呢，所以可见就有足侪中国人是杂种的呢，是毋是啊呢？伊既然纯种，就有杂种的嘛，啊，所以中国人足侪是杂种的，其实迄不应该安尼分啦。所以伊连前甲你讲啊，足清楚，伊是纯正的中国人，你阿边啊，唔是纯正的中国人，所以你来算着窃国，窃就是偷。那是同一个厝顶啊，卡内面的人，那有切的问题，不是？所以也用安尼，就甲恁讲甲足清楚，咱袂用想，咱袂用听，佮兴噗噗，若无去投票，敢若暗暗暗的困袂去。其实唔免安尼啦，咱若整个逻辑看会清楚，咱就是抵制这个选举，无应该这个选举。嘛不应该叫台湾人去选举，因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以外，嘛不是中华民国人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来搞清楚啦，咱来家己搞清楚咱家己是什么中东安尼啦吼。所以有一寡大陆嘛咧甲人问讲，啊住伫台湾的吼，诶台湾人就是全部拢是台湾人啊，足侪人拢安尼想，民进党咧选举嘛拢安尼话，住在台湾的就是台湾人呐。啊，我问你，住在美国的就是美国人吗？敢是？住在美国的是美国人哦。安尼足简单，我赶紧的招来观光，啊，就变成美国人啦。唔是安尼啦，你国际上有国际化呢，有国际化。你要看美国要变美国人，要下美国国教，爱安那？你爱申请居留，就是绿卡嘛。绿卡唔是讲凊彩阿哥阿妈拢会当请呢，爱符合伊个要求，符合伊个条件，才会当请绿卡。绿卡会着，再个安那，佮等五档，住伫遐五档，啊了着佮考试呢，考宪法，考伊个法律，考伊个甚物总统叫甚物名，甚物佮五百外行考了了，考了，到尾佮一行，你爱宣誓呢？为甚物奥巴马爱宣誓？宣誓是伫欧美国家是真神圣的工作，真神圣的一个代表，就是你向天就抓，向上帝就抓，就抓什么？我要效忠呢，就是不是像台湾讲斩鸡头就抓，我一鸡啊是足可怜的，不是讲玩弄方斩鸡头尊神。其实你台湾的就抓拢是咧跋筊的，所以台湾这代足无正常，就是安尼。不应该安尼，人迄真正足神圣。我手摸的圣经，就是向上帝就抓，向上帝宣誓，向上帝效忠。效忠要听这个国家，要为这个国家牺牲，要为这个国家来效忠、效劳、付出，就是安尼嘛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移民的过程到家上尾，伊嘛爱叫你爱宣誓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咱台湾人，所以我头先讲，你住伫美国就是美国人吗？唔是呢，对。你爱经过这个程序呢？哦，啊，你住伫台湾的同款啊，住伫台，甘就是台湾人，有诶唔是哦。你啊看进前几当前，一个金门人讲要来 AIT 签美国的签证，结果美国的 AIT 家甲注明讲，伊的国籍是中国籍。唔是台湾呢，这国籍化国籍的国籍哈，迄、那个户籍的是国籍化是真清楚的，啊是咱拢去用骗伊啦，咱去用骗伊，所以这个物件，咱得啊，因为国籍的拥有有三个条件啦，三个条件第一个
就是你要有自愿，欢喜甘愿，欢喜讲我要来下这个国籍，这是最基本的条件，袂当受到压迫，还是受到不合理的对待，才来下这个国籍。所以当初台湾人无定哩撇者变成中华民国国籍，国际上不承认，到现在到即马为止，还阁无承认。英国、美国、法国这些国家拢跳出来无承认，所以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在国际上是无人承认的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个物件爱符合你爱有自愿意愿，所以当初的台湾人敢有迄个意愿，敢有意愿讲要做中国人，有无？无啊，拢无嘛。啊，是因从岛疆甲你砍入去嘛。过来第二，你要拥有这个户籍。你爱安那爱符合国际法的规范，你若无国际法的逻辑，你乌白讲要一困难就要变美国人变法国人，袂通呢。爱符合伊的国际法的国际逻辑，甚至爱符合伊当地法律规范。你若无安尼话，你的国籍不一定成立啦，不一定成立。哦，所以咱袂应该讲用感情用事去看待代志，就是安尼来。这个国际的国际化有它的一个规范程序，所以无像咱美国，你比较你国要变成美国国民，公民，你得经过绿卡居留，你要去变成考试，互你通过，不一定会考得过呢。妄想讲乖考就凊彩考就考过，唔是哦。你若无读遐宪法遐物件，嘛不一定会通过呢。哦，啊，但台湾人足聪明啦，迄有一个考前那先，诶，种迄个考前秘方，互你读啦吼。但是基本上你嘛是爱了解，所以你爱读读下了，较去考试，考试通过了，较再宣誓，安尼才算作你的规划，迄叫做规划规划，较完整啦，是安尼来。所以台湾即大家为什么会永远都处在不正常的现象，就是安尼。因为你家己莫名其妙，本来是日本人啊，像迄奥利桑维，拢差不多日本时代年代，伊本来是日本人，啊，一个天光佮变中华民国人，足奇怪的，这就是无照正常的程序啦。啊，人美国佮反对，伊中华民国蒋介石讲啊，啊，你免操烦啊，这我是为了管理方便，该用安尼模糊，用安尼模糊，爱阵都发生。罕见，所以美国也无迄个时间甲精神去甲你处理咧。啊，台湾人嘛无也无紧啊，所以干脆拢三个嘿呀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这过程的逻辑，咱一定爱家己有概念，就是安尼来。哦，所以另外一方面，我有哪下要互大家知影讲，台湾人依早到即马有两摆大错误的判断，大错误判断。第一摆是虾米代志？大家敢有概念？在海在码头海边人邻人西欢迎这中国人来台湾的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台湾人家己对不对？是台湾人家己去海边人邻人西码头人邻人西欢喜到要死，啊！迄国旗佫看无，佫倒倒变的，吼、哦，拢安尼舞起来嘛。其实迄阵美国就是伫边咧记录啊。要看恁台湾人，要做台湾人，还是中国人，还是日本人，伊拢有咧观察，拢有咧记录，甚至相片啥拢甲你翕甲足好势。要观察看恁要做啥物款人。啊，所以迄摆，就是第一摆，台湾人伫即个所在做真大错误的判断甲决策，就是安尼，迄是一个表现啦。第二摆啥物时阵？第二摆。就是民进党的产生，以前还没有民进党进前，叫做党外人士，有无？党外，党外人士，什么黑派、红派、什么派一大堆，青派、什么派，我哪有？因第一句话拢讲啥？讲要把这个外来政权推翻，要把他赶走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第一句拢会安尼讲。好，来。予你，你要变成成立政党啊！即句你讲袂出来，你无法通讲会出来啊！所以中华民国是安那开，予你成立民进党，迄是一个大阴谋。最近即几天，玉山总报写甲足清楚，
民进党的成立在什么所在？燕山饭店，那个所在谁的所在？宋美龄这个女妖精的所在呢？百几岁不是女妖精，不是啥？女妖精的所在，伊去的所在，中国国民党的物件。你去那个所在，甲开一个代表大会，你食着好打药啊，还是安那？其实人当初就甲伊设计好啊，是安那甲伊设计，互你当面开。因为迄个时阵，蒋经国发生一件代志，叫做江南案件，敢捌听过？迄个叫做刘宜良，伊写一本册叫做《蒋经国传》，迄本册蒋经国看者气甲强要昏倒，高血压飘到可能五六百度，讲开嘴要甲买倒来。迄个刘宜良真有骨气，讲我无咧卖，好，无要卖好。我派人去甲你做掉，就是派苏联帮啊去甲做掉。后来一个做掉，美国气甲要死，讲来来来，你看这条小辫仔含我算，来到我美国，台我美国人，啊你大大包天，你食着好打药啊，唔是食着了输药啊，食着好打药啊，来，你甲看你这条小辫仔算。蒋经国怎只好头咧咧，讲啊好了，无阮蒋家的后代。不从事政治，有无？我听过这句，蒋家的后代从此不从与政治，就是安尼来。如果安尼无够，安尼无够，来开放党禁，安尼迄阵开始啦。啊，开放党禁，伊唔甘愿啊！我想我这江山舞遐久啊，够互你食遐好咧，从啊开始设计民进党出来。所以你伫燕山饭店开大会，隔壁经。人就甲伊监听咧，监听甲足好势咧。甚至伫遐参务迄阵，一半以上拢是一寡只中国国民党个人，甲你插入去内面。其中有一个叫做费希平，有无？老迄、那个叫伟人叫老费啦。我迄阵哦，戆东戆松嘛，去咧甲念香咧。伊死伫洛杉矶啦，啊，我迄阵啊做民进党个职位啦。嘛对李应元去咧念香咧，即马较知影讲啊，拜唔着人啊，去看着鬼啊！原来就是人迄中国人甲你设计，安尼有厉害无？二十几当后的今仔日，咱甲知影原来迄就是一个阴谋，有厉害无？足厉害！中国人的官庭斗争文化，恁若看迄啥物，啥物？最近什么《甄嬛传》、什么《瓦格传》，那一挂中国啊、清朝啥货嘿，你若看那斗争哦，要受嘞去鸡毛皮去滚啊寸，足厉害。因的斗争文化是滚啊千年累积起来，迄叫做落血纯金呢。台湾人敢袂是赢伊，绝对输人啦。咱调得到哪啥呢？叫你行，叫你行东就行东，叫你行西就行西，暗加乌白滑。台湾人太单纯呢。所以互人食个死死，因中国人哦，干那会向一行，就是甲你骗，骗甲你啊天花乱坠，骗甲你东西南北分袂清楚，足厉害。所以咱若要含伊斗争，无遐简单，干那一行会动，切落你啦，但中国切落开，切落清清楚楚啦，好无？因为中国的制度甲文化，甲含因的一挂恶习面吼。老实讲，足侪拢有呾看甲领教过啊啦吼。啊，即马就是咱赶紧想办法，用即个国际法会当甲行出一条路出来。因为美国有呾再三甲咱讲，讲恁台湾人安那分，恁敢知？哦，以前我嘛戆戆呢，干那就讲，啊，就住伫台湾就是台湾人，去用渗水话讲，你醒了没有？你到底有清醒无？其实人甲你教。台湾人安怎分？足简单。1945年9月7日以前，你若伫台湾有户籍，日本时代毛笔字写迄份的户籍，你本人或者你的后代，还是后后代，拢是本土台湾人。因为因中国人无这份呐，这也就是日本时代留予台湾人一个秘密武器，上好一个武器。因为因中国人无这個，中国人无户籍个。中国人哦，你若含伊有咧交往哦，你甲问伊个住址哦，
伊来讲，浙江什么市啊？来什么加油站旁边都一搭安尼呢？加油站是东平啊，西平嘛无写呢，都干那加油站旁边安尼，旁边可能最高啊啦。所以因遐无户籍观念啦，甚至你甲看，以早以前建刷了，中国咧撤退的时阵，因都是硬咧掠人，乌白咧看到街路去买菜嘛，往掠掠来，拢遐老兵啊，拢遐老乌啊，哎、啊、莫名其妙来到遮嘛，搞不清楚，因无户籍，因无户籍制度。所以日本时代留这个户籍制度，这个毛笔是写的户籍填本，真好一个秘密武器。啊，是安那个用九月初二，那唔较早，啊是那唔较晚，原因就对。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对收音机发布宣布投降，对不对？投降了，迄个时阵中国人拢啊未来啊。到个9月初二要签受降书，中国人开始来，安尼有厉害无？拢甲你算甲招招。迄阵过，较开始有中国人来，所以用9月初二以前就是安尼啦，足清楚，比咱较清楚呢。台湾人拢啊个妄想妄说，因为拢互砍掉的嘛。所以有啥物美国的法院甲咱讲啊足清楚，恁台湾人互关伫政治的联合，就是安尼。感觉看报纸看袂到啊，看新闻嘛，看一部分尔，看袂到。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人已经给你看较足清楚。为什么伊会给你讲叫你爱分台湾人分得清楚？所以要要求你啊，赶紧办这个 ID 卡，就是安尼啦。因为这个身份证，才会当证明你就是本土台湾人，你就是真正有心伫台湾的人。所以足侪人讲，若听到讲爱台湾。你有爱台湾无？有爱台湾无？有吼、哦，啊有爱你卡无？哦，咱遮有外口足济讲爱台湾，啊拢唔敢办这呢，迄种骗社会呢。你既然敢那为着一个要互你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，都遐困难啊！所以无怪美国会淡淡啊，讲恁台湾人讲咧爱台湾吼，一定来小请一个，无定拢咧骗我，伊要看，要表现。看你表现是毋是40几万，还是是更加侪万，是毋是100万？看会当有台湾人真正出来要讲，我就是台湾人，啊，就爱有这个证。你无这个证件，无嘛差差，伊嘛讲伊是台湾人啊，敢毋是？伊嘛啊，伊讲烧成灰也是台湾人呢。爱的灰毋知虾米款的灰啦吼。啊，伊讲胡锦涛嘛是爱台湾啦，伊嘛讲我也是台湾人，啊怎么办？无根据啊，啊要根据。就是要用这个 ID 卡，所以这是咱的武器。这个武器甚至会当含中国切落去，安尼有水无？有水无？这个 ID 卡是救台湾的一个秘密武器，嘛是救台湾的一个方式啦。所以要拜托大家认真宣传，认真去争取，因为有这个物件，咱才有法度让美国知影讲，咱有心要救台湾。无你无根据嘛？你干那话爱台湾，你嘴讲的大家嘛会，你头壳遐嘛无写呢？啊，你下物件出来拢下无呢？你有这张，就会当让美国知影。甚至将来咱台湾人啦，足侪人拢有这张 ID 卡，咱会当大声喊美国讲：来，我手有牌哦，我手有牌，有基础哦，我有几百万的台湾本土台湾人，要甲你要求啥要求啥。咱有物件，所以这就是实力嘛，这就是拳头宝嘛。但是咱拢无咧，到即马大家听到要办这吼、個，佮甲你讲到足歹听，讲这骗的啦，这按哪都按哪。我都甲讲啊，伫台南遐有人嘛是咧讲，我讲足简单，你敢有看过迄个骗徒讲用开50万甲你骗5万呢？敢有安尼？还是开500万，啊要甲你骗一个5万，敢有遐戆的？无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ID 卡的过程是还佮送去美国做，做了佮佮你放晶片入去，还佮送倒来台湾的 AIT 还佮转互咱的呢。这唔是简单讲凊彩家己做呢，话讲啊，这哪玩具啊，无你去做看卖下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伫华盛顿 DC 办公室，无你去试看卖下个，咱去美国，咱过美国总统，过美国国会。
过要过美国国务院，无你过看卖下个，拢完全拢是无经过。咱这才是正宗啦，咱这才是真正100%根据国际法、根据战争法来行。干那这条路，剩这条路，台湾人的咱，咱来好好啊珍惜，好好啊把握。剩这条路哪个唔行，无机会啊，无机会啊，因为这条路才会当救台湾。卡会当为台湾走出一条路出来，拜托大家珍惜咱的机会，拜托大家到努力到宣传，借恁的嘴，借恁的声音，好好啊宣传，好好啊来推广，咱剩这条路，干那一项，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，走出来，走一条路出来，好不？拜托大家，多谢努力，时间也够，感谢，多谢。请起立。今日，外口有点心，请校外会当过用。